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肖战。我从初中开始就开始看《航海王》了，我是一名 OP 粉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在我初中的时候，初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同学给我推荐，然后说特别好看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已经跟了一两百集了吧，那个时候好像已经。然后同学就说那个时候特别热血，特别好看，就是一看就停不下来。然后那个时候就去看了一下，就一发不可收拾。其实我印象最最最深刻的时候，就是他前面几集的时候，路飞在一路上去找了他的这些伙伴的时候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非常的饱满，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。包括像乔巴，他其实是一只驯鹿，但他吃了那个人那个果实，然后变成了那个人兽的这样的一个形态，然后被人排挤，然后其实他就是一个需要被关怀、被认可、需要团队温暖，然后再到索隆，他要不断的挑战，然后要成他的目标成为世界第一的剑客，然后还有到山治，也是幼小的时候被救了之后有一颗报恩的心，然后他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经历，包括娜美，他是为了守护自己的族人、自己的村庄，然后不得不去干了一些偷盗的事情，可能是当时，然后就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，都非常感人。我记得我才开始看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又小，然后还经常看哭。我觉得每个人的故事都很饱满，然后我觉得就一下子就把我拉进去了。我记得我当时也算是除了小时候看的一些动漫的话，其实是算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日漫。被那种比较那种夸张的那种配音也好，一些表情也好，一些无厘头的一些片段也好，我觉得给吸引。但是我觉得真正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团队之间的那种精神，就是不放弃、不服输、不抛弃，任何人有困难，每个人都极力的去帮助他，然后一起走到最后。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在我青少年时期是也算是我的梦想吧。我觉得如果我的人生可以交到这样的朋友的话，路飞对于每个青少年来说，对于我来说，其实他算是我心中的一个梦想吧。那种无所畏惧，就算遇到困难、大祸临头，我也可以有决心跟毅力，我可以扭转局面，我可以号召我的小伙伴们，然后齐心协力往前冲。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少年时期的一个目标跟梦想，我要成为这样的人。其实我觉得他每一次，就像我们刚刚聊的，他每一次其实都在临近你都觉得完了，这一次可能真的就过不去的时候，他都可以再站起来说我还可以，就我为了我的伙伴们我还可以继续奋斗。我觉得就像我本人的经历一样，其实我以前不是一名演员，其实我以前是学设计的，从小学画画，然后到了新的一个环境圈子里面，一切都从头开始，然后都要从头再去学习，然后去经历，去接触不一样的人，换了一个环境重新再成长一次。其实你现在让我倒回去想我当时的一个心态，我也不敢保证如果你现在让我肖战再回去的话，我还能不能这样坚挺过来。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回想我当时的心态，就好比我现在看到的路飞一样，就面对一些困难就硬着头皮往前冲，就没有后顾之忧，我先打了再说。我觉得热血肯定是要有热血，梦想，伙伴，对，我觉得差不多，还有真诚，我觉得他们都很真诚。我觉得如果现在让我来看的话，我觉得最最让我看中的，我觉得是真诚。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情感非常让我羡慕，我觉得也是广大朋友、广大漫迷、广大就是喜爱航海王的朋友们都比较能感受到的。人生中如果可以交到这样一群真挚的朋友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。其实生活中的经历的话，我也有很好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我跟他们的相处模式其实跟路飞跟他的小伙伴的相处模式很像，就是私底下在生活里面就是打打闹闹，
但是一到关键时刻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会想到他们，然后他们也会挺身而出，然后为你想办法，然后在背后挺你，你会感到一种力量吧，就是那种力量会让你觉得我很强大，我不是一个人。平时其实在我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想到路飞吧。其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镜，你让我现在倒回去想，我是想到微微当时，他们已经打赢了那一战之后，问微微要不要跟他们一起走，然后微微跟也来到了那个海那个岸口吧，好像是。然后我记得他们当时那种情感就是特别让我觉得很真挚，他们就举起了手，只是手上的一个标记，他们当时的一个承诺。其实就是大家都没有说话，就是其实就用一个行动就表明了我们一直都在。我觉得那种哇塞，好感人啊！就让我觉得说，生活当中其实无论遇到再多的困难，你都还有朋友，然后你要坚持过去。反而是一路上的收获吧，收获的朋友也好，你的经历也好，你经历这个事情的心态的成长也好，自己的成长也好，我从来没有把 One Piece 当成一个目标。我觉得路飞应该也不是把它说当成一个目标吧，更重要的是他一路上收获的伙伴。但我个人理解，他一路上收获的伙伴，跟这些伙伴发生的故事，每个人的成长，自己的成长，一次一次的经历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。我觉得这也是航海王的精神。时间过得很快，然后一转眼就是20年了。航海王其实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度过了非常宝贵的时光，然后在我。至少在我青春期迷茫的时候，坚定了我的梦想，还让我收获了周围一群很真挚的伙伴。我觉得这也是航海网上传达给大家的一个精神。然后这一次的电影作为20周年的纪念版电影，然后全明星的豪华阵容，这一次呢，路飞一行人会经历史上最强大的敌人跟空前的危机，希望大家可以齐心协力来帮助路飞成为海贼王。10月18号，大家一起去电影院支持我们吧。接下来最后一个是我们一个快问快答的一个小环节，然后第一个问题，如果能够变成航海王中的一个人，你最希望变成谁呢？路飞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吃恶魔果实，你想拥有怎样的超能力？变成烟雾那个。第三，就是你最想加入哪一个海贼团？草帽。第四个问题，如果你是船长，请给你的船起一个名字。战士。第五个问题，娜美、罗宾、娜美。那没好的，你还会抢答了。第六个问题，如果选择一件道具，就是人和宠物都可以哈，就是一起出海，你会选择什么？我的猫坚果。代表海米，你想对尾田老师说一句什么话呢？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话，我觉得广大的海米肯定都说过，但是其实我内心突然有一句话想说，就是感谢你让我们有梦可以做。戴上这个草帽，10月18日，跟我一起看路飞吧。